好吧，来，我们开始上课了。昨天我们已经学过了第14课的生词，对吧？今天我们再复习一下。老师让谁复习的多遍课文多讲没？生词里的考了排几包？一干的20题。哎，哎耶，碰耶，啊，碰倒玻璃，玻璃，摔摔，碎，即时，即即是，是，意外，意意，外，绝绝对，对，绝对，啊，狡辩，狡辩，突突然，然，无，无，愣，愣，心虚，心虚。挪，挪，毛病，毛病，小偷，小抓，抓。好的，来了，所以奶奶没记吧没？老师说带米的，所以不录表嘞。碰，碰碰，OK，啊，所以带米碰，录来多少嘞？所以。碰倒了，碰倒碰了，倒了，碰倒了，OK，判所以不录表嘞。玻璃，玻璃，玻璃，玻玻璃，啊，所以判快手音，玻璃玻杯，璃杯，玻璃杯，好比啊，所以判不认包手音，玻璃窗，玻璃窗，玻璃窗，OK，啊，所以猫也来多嘞，所以，摔倒了。摔倒了，摔，然后倒了，摔倒了，果果然来多嘞，所以摔。必须得把你吃亏的，所以呢，摔了表嘞。比如说摔杯子，快过亏啦，是吧？摔杯子、摔盘子啊，摔，不要摔东西，必须得有火吃亏的，吃亏没漏那个，喏，摔。好的，然后是啊，z 不，喏，z 等于差不多，俺也 z，可能也 z，俺都 z 等于不漏表嘞。提示，提示，提示，对了，提示啊，龙我听妈妈他的呀，所以。意外意的，意外，意外，OK，听妈妈他的，哎呀，所以，意外的事。意外的事，意外的事情，好的，然后是，龙蛙，龙蛙，所以，绝对。绝对，对，后边龙蛙，龙蛙呀的，所以。绝绝对可对以，可以，绝对可以啊，绝对可以的啊，所以龙蛙龙蛙没咬损哟，绝对对不可可以，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好的啊，老师说不漏的啊，作物那都没有不漏标的嘞，搞搞，你在搞什么？你把漏你俩雷了标没？那不漏的搞。然后是年哪不喏？啊，说的年呢啊，么好，好好么好好，说的年数嘞，奶奶高级点不够多嘞，年嘞，所以狡辩，狡狡辩，狡辩，辩，狡辩。狡比如辩。说哄你啦，嘟哝你嘞，还有么好糊弄你嘞，所以啊，他在狡辩，对啊，狡辩你啦，不喏？OK，然后有的也所以。突然，突然，突然，对了，我们比如有的也没有啊嘞，所以。突突然然下下，雨了。突然下雨了，有点哪里来的？所以，突然明白，听懂了。突然明白了，突然听懂了，都可以。突然，看你建议老师说很那类对都呢，很突然啊，这件事情很突然，你给啥有点就撇多了不？很突然，好的，然后哦，他的所以，冷，无。无第五个，你看有提手旁了吧？啊，所以了呢，姑姑欧来的，他把了，面龙面龙欧来打入，哪有欧打入？不是给我欧来打入，啊，你就欧的，所以无那表没。好的，然后是讲多的，所以冷，愣啊，他愣了，有点就是这姑姑不呢，surprise 这姑姑对来呀的，啊，等一下这姑姑对来呀，所以是刚给我表没出来着，所以愣了。过些天还没落幕，所以心虚，心虚，心虚。对了，第虚说的是弄的呀，你妈是弄的来读的路呗？喏，读啊虚呀，啊里面虚不？我们后排那说的对呗？虚，啊就是心虚说的，他给我们后头些天嘛，啊，没落没来撇的说的对呗？
心虚。好的，啊，班，那是说血标呢，是说班我那都没有你那不录标录呀的嘞。挪啊挪，对了，好，这在哪里吧？哎，哪里所以？毛病，毛病，病，好的，然后是得空翻的所以。少抓少偷。小偷，嗯，抓小偷，对了，抓小偷的库盘呢？好的，可以了。来啦，所以老师，句子里有编排几句啊？大家一起读一下。好，恨字要一笔的写，别着急，书要一页一页的读。夜地图读，小乔把苹果一个的翻了起来，椅子被他打倒了，他的手被小刀划破了，那个玻璃杯被他摔碎了。好的，来，阿瑞，第二十六年数了噶，数确的确清的确清一样的数音。汉字要一笔一笔的写。一笔一笔的写。没罗吧呢？啥数了噶的？对面拿金，对面拿金拍呀的数音。别着急，书要一页的读。对了，小强啊，这班的我的这库间告白的声音。小强把苹果一个的捡了起来，这库间留着啦。啊，声音啊，我家的奖金声音哦，一条。一条的老师说我叫着讲我叫不留表嘞句子啊，叫着讲进所以一句的啊，做什么？一句一句的写。好，第二天问哪个所以一个一个的进来，他把这八三六的月进的月进一月声音的月声音椅子被他碰倒了，杜爷那嘎的啊，他也怎么说？亲密比罗的，他那亲密比罗的抱别多的，所以他的手被划破了。OK， 划所以老师说里面亲密啊，他那摸哪里边儿？你说划了表的，划来了破断了，划破了，破。看快嘎的都叫我路过呢，这家比如这啥子过多的声音，那个玻璃被他摔碎了。好的，碎这啥子这啥子撇多了不呢？来，课文来记记啊，题目是什么？被偷走的马，偷走什么？可有多的，看一下的，你呢？被偷走的马，好比主要想说的是马，棉马，不露面来说，可看了一下的棉布。好的，那我们就先读到这儿，第一题吧，几吧。偷走的马。
从前有一个农民丢了一匹马，他到麦麻的集市想要再买一匹，在集市上他意外地发现了丢的那匹马，这匹马是我的，三天以前虽然偷走了，他对卖马的人说，这绝对不可能，这匹马我已经养了三年了，你搞错了吧？那个人狡辩说，三年是真的吗？农民围着马一圈的转，突然伸出两只手捂住马的双眼，马的双眼，问那个人，你说马的哪只眼睛有毛病？好的，等一下。从前是呼吸吸入爱，那是不明的啥表皮是从前那位啥。有一个农民丢了一匹马，农民的要干那的马的要干的免得干不要管的。他到卖马的集市，不管你要那自由端的集市，那是自由的变来的，那你要那自由端的现在买一匹，那这的干我也在哪里。在集市上，他意外的发现了，都龙万天妈妈他呗呢，意外的发现了，对是呀，丢的那匹马，都表多嘞，里面我都对嘞嘞，这匹马是我的，里面啊真老也哈巴嘞，三天以前被人偷走了，龙爷的东爷嘎，都咪哭了，看来呀嘞嘞，他对卖马的人说，都啊嘞，你要那都表啥嘞？这绝对不可能，他龙啊龙王没骗奶牛的，这匹马我已经养了三年了，地名我就能买它了，东的是大笔的，你搞错了吧，你妈那边的主人哦的，那个人狡辩说，这路啊的狡辩不要标的，格林格真的年孔不要标了，三年东的哪的是真的吗？那就给哪的，农民围着马那来的马呀，民有半表，围着老师说半得六表五月是吧？围着马，民有半表，一圈一圈的转，半斤这半斤多，半表几的哎的。突然有点伸出两只手，对吧？扔着屁股伸出来的，伸嘴伸出来的，捂住马的双眼，对吧？民也捏拢着屁股呕来的哎的，问那个人阿里留没的，你说？你不要急急的，马的哪只眼睛有毛病？你也被灭龙马的挨了骗你了，你也被灭龙王没搞木来的。好的，来继续往后，那个啥段没？我们读到最后，那兄弟拍背吧。那个人先是愣了一愣，然后轻轻的说。左眼，农民慢慢的把一只手挪开，围观的人们看到马的左眼一点毛病没有。说马的右眼没有毛病，
农民指着那个人说，他是个小偷，小偷刚要逃，立刻被大家抓住了。农民高兴地抖了自己的马。那个人先是一愣，哎，你路啊嘞，眼中都叫哪嘞不呢？然后心虚的说，比如都没弄没来那边来的，左眼白白面龙呢。农民慢慢的把一只手挪开，农民啊，屁屁哩呢，哎，勒着屁股挪开，就是搬开，拍来的的。围观的人们看到，白马一进来路里啊的，对到的马的左眼。一点儿毛病也没有，你也白白面龙娃的，把爱拉妈咪是无理的，哎妈，啊，我说错了，我表人骂多了的，我想说他的右眼有病，我表姐那个杜爷，伢白面龙娃，爱拉真你拉娃的，那个人争辩说，哎，六个的，您可不要表白的，前面我们用了狡辩。后面呢他就用争辩，意思是一样的，是争辩时狡辩的另外一个说法，那个没有那在破边接着哭，意思一样。后面呢争辩说，大家看阿龙没几家娃的，马的两只眼睛都没有病，马爷你龙的拍死龙马把爷让妈妈去屋的。农民又挪开另外一只手，农民啊那在那个拍过来拍来把爷的，另外是差多呢，马的右眼也没毛病，伢把面龙马嘞，哎呀，不是无嘞。农民指着那个人说：“农民啊嘞，哎哩，嫩牛头要表嘞。”指着那个人说：“他是个小偷，都阿得可悲嘞。小偷刚要跑，小偷啊，闭门露西的嘞，刚要跑，立刻就是马上被大家抓住了，都伢也。”如果明也潘金武看了呀，也得抓住了。好，农民高兴地带走了自己的马。农民啊，也表现出来呢，对也年过都变不了，就抓把的，带走了自己的马。好的，可以了。来啦，所以老师讲的那美景没，来的马第二个的，明天讲不要抓把的。有一个农民丢了一匹马，一匹马。对，都啊嘞，龙王没听嘛，偏嘞，对是也啊嘞，嘞都表多嘞，你念我嘞。啊，他意外的发现了丢的那匹马。农民啊嘞，啊，把嘞念我嘞，把比如这把啊念我这把金这把金把的嘞。农民围着马一圈一圈的转，一圈一圈的转。有的也在那头边儿的，你也在龙那头的，飞来的。突然，两只手捂住马的双眼，白马弯比近的家的，弯红比近的家的，路的家的，啊，最多的不咯？你也白白面龙马的，把爱拉妈咪修出来，不是？围观的人们看到马的左眼一点毛病也没有，好的，啊，来的马家的，哎，路人又偷不了表来的，都该得苦吧，所以。农民指着那个人说，他是个小偷。小偷啊，比没露西的来的，阿龙也潘西金有看了呀吧？这前面阿龙也潘西金有看了呀的。小偷立刻被大家抓住了。好的，可以了。来啦，索英老师拍几下啊。你听说一个老师说第一题三段，读三段吧。从前有一个农民丢了一匹马。丢了一匹马。好，他到他
要买，只是想要买一匹马。在集市上，他意外地发现了自己丢的那匹马。这匹马是我的，三天以前被小偷走了，被人偷走了。他对卖马的你说，这绝对不可能，这匹马我已经养了三年了。你搞错了吧？那个人狡辩说。好的，可以了。来，双双啊，再读三段吧，就读到这儿。这匹马三年是真的吗？农民围着马一圈一圈的转，突然伸出两只手扶住马的双眼，问那个人，你说马被拿出眼睛有毛病？那个人吓死一愣，然后清晰地说，昨晚农民慢慢地把一只手拿开，不像当地人们看到马的左眼一点毛病也没有。好的，可以了。来，剩下的读赵之正读一下吧。赵之正读一下。我说错了，我想说他的右眼有病。那个人争辩说，他大家看马的两只眼睛都没有病。农民又挪开另外一只手，马的右眼也没毛病。农民指着那个人说，他是个小偷。小偷刚要跑，立刻被大家抓住了。农民高兴地带走了自己的马。好的，可以了。来了，声音听听啊，阿伯东北刘边拍讲。从前有一个农民丢了一匹马，他到卖马的集市，想再买一匹。在集市上，他意外地发现了自己丢的那匹马。这匹马是我的，三天以前被人偷走了。他对卖马的人说，这绝对不可能，这匹马我已经养了三年了，你搞错了吧？那个人狡辩说。好的，来，爱青啊，再读三段。三年，这农民回家马一圈一圈的转，突然伸出两只手捂住马的双眼，问那个人，你说马的哪只眼睛有毛病？那个人相视一愣，然后心虚地说，左眼。农民慢慢地把一只手挪开，围观的人们看眼，一点毛病也没有。好的，可以了。来，那我们继续往后吧。老师，那故事多少没？好的，看一下题目是什么？火药。火药，火药。老师，这一把它变成米 C。老师，火药说了个叫做烟，我不要啦，烟，不要读吧，罗哩。还是烟，我不要啦，火药。OK， 好啊，火药是中国发明的。第六个，地推它了，不能火药。好，中国有四大发明，地推木鸡雷鼓西啊不？中国古代的先开动啊，都是地推它了，不能。好，是什么呢？火药，火药把没？然后是指南针，然后是纸，应该是造纸术的一类呢。造纸术是骨头流行的代表，然后是印刷术。印刷术属于木类型的代表，还有呢属于火药的烟，烟啊第二个的确呢，可以说是中国以前古代的中国是怎么说，很伟大的烟雾。季节看那了不呢？像我们现在的美国那样，就是世界的领先，干嘛嘛对吧？
ဥဆောင်နေတာပေါ့နော်အဲဆိုတာကြတော့သူ့ရဲ့တီထွင်မှုကြီးလေးခုဟော်ရအဲဆိုရင်မီးအဲရမ်းပေါ့နော်ဒီရမ်းမီးပွင့်စေတဲ့အရာကိုသူကအရင်တွေ့သွားတယ်အဲ့ဒီကအခြေခံပြီးတော့လောက်ရှိလို့ပျောက်နေပါလေသူကဆက်ပြီးတော့တီထွင်တာပေါ့နော်အဲ့တော့မှအဲ့ဒီအနည်းပညာကနေကကြည့်စု傳到歐美အနောက်တိုင်းနိုင်ငံတွေအိုဂျိုးမေဂျိုးပေါ့နော်ဥရောပတို့အမေရိကတို့ပြန့်နှံ့သွားပြီးတော့သူတို့ကကြဘာတွေတီထွင်လဲဆိုရင်လောက်ရှိအမြောက်တွေပါပြီးဆက်ပြီးတီထွင်နိုင်ခဲ့တယ်中国နောက်ပိုင်းကျတော့အာလိရှင်မှာပေါ့နော်ဒီနောက်ကျပြီးကြံနေခဲ့တာ就是中国他们把中国比喻成一只虎对吧家的搞那点子啦那只虎呢睡着了一表多了火药嘛人家多了好呢好火药然后是指南针指南针是哪个啊老师丹赖疫苗丹赖疫苗我中国发明它啦它最先发现的时候中国人以为那个指南针丹赖疫苗是哪个当白骨牛逼的路他们误以为不对吧雷妈比天给的那咱们就那么背来的指南针这个咯指北针片嘛但是他们不改名字了那么没变到不指南针丹赖疫苗然后是造纸术在骨头楼前的点呢以前老师说纸还没发明之前呢中国人写字写在哪里呢在乌龟壳上然后是骨头上雷坤的油里边嘛写的然后慢慢那个在竹简上写瓦里边嘛写的然后那些竹简啊那些龟壳啊它是怎么说不好找然后是竹简也是但是竹简还好一点那多的但是它拿起来不方便收起来也不方便得多呀然后得西呀什么比如然后是价值又高但不瓦雷鸡的不那你瓦哇就是怎么说都也资源啊有限人民啊跟着他你还没去那我觉得都啊你老师都公寓 AD 都没会多的我也是受别的的而你帮色比如卡家嘛你指数的药都要对齐的那咱们都造纸术族啊中国发明的然后是印刷术蹦内千的点呀蹦内千的点呀所以我哭了没有帮到你蹦内色的把你表达好的呢也能啊ပုံမှန်တိုင်းဆိုရင်လောက်ရှိတော့စာရီပါရီရေးတဲ့ခါကျရင်ဘယ်လိုရေးလဲဆိုရင်အဲ့လိုပြင်ပြားကြီးမှာအဲ့လိုတက်သားပြားကြီးပုံမှာ以前是人们是用手抄လက်နဲ့ကွက်ကိုကူးရတာအဲ့ဆိုကြတဲ့နောက်ပိုင်းကျတော့ way လောက်更方便更快အဲ့လိုမျိုးပေါ့နော်ပုံနှိပ်တာအဲ့ဆိုရင်စလုံးတွေထွင်းထုပြီးတော့အဲ့ဒီပုံမှာမှင်ရည်တွေလောင်းလိုက်တယ်စက်ကူကြီးကတ်လိုက်တယ်အဲအဲ့ဒါပုံနှိပ်တာပဲ但是中间如果你一个字刻错了斯隆德隆啊妈比 twin to me 的所以那整块木板就废了是吧边边的切隆啊阿拉哈的撇多了哎妈这要个地推难给的不如来说这有斯隆里流暗杀中的没有那中里里不嘛漏的然后是那班家的把人阿拉淘气的没有那米米的里里嘛漏的漏不要看见米铺来的并爱色龙里有多干干干干的等他来的然后一篇文章啊或者是新闻那里一多没所以如果都这么他的带你的嘛爱色龙里有变下比如贴来的比嘛米都比如变比如蹦内的爱觉得可以反复的用变变烂烂东路亚的我在你竹那个那块木板你一个用完了用好了的话那块木板要扔掉论别嘛你还觉得老师说他的功能ရပြီးသွားပြီဆိုရင်အဲ့စလုံးကြီးပြန်တုံးလို့ရတခုချင်းစီပြန်ဖြုတ်ပြီးတိမ့်ပေါ့အဲအဲ့ဒါကြောင့်မလို့အဲ့ဒီ印刷术ပေါ့အဲ့ဒီနည်းပညာပေါ့နော်အဲပုံနေချင်းနည်းပညာကို中国发明的တရုတ်ကတည်ထွင်ထားတာဟောဒါဆိုရင်ဒီစတာ发明တွေကနေမှာ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火药对的火药讲过听呀吗好的来啦所以ပထမတစ်ပိုက်လေးဖတ်ကြည့်ပါဦး火药是中国发明的发明之一古代的火药是用烧石硫磺和木炭这三种木质做成的当时这三种东西也是制作出药物的药所以火药是着火的药着火的药
嗯，好的。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啊，地区目击列古列个之一，就是的古巴的。古代的火药是用硝石、硫磺和木炭啊，你特别是东古巴呢，这三种物质，物质就是东西的意思，东西有那的没有表表达了物质做成的，你还能表达啊嘞？当时你中个。这三种东西也是治病的药物。阿里东古啊，西班牙那边是的，喏，好，有个古代的是的吧？的，所以取名火药。那咱们爱东古帮上来点，这咱们路火药路过来的，意思是能着火的药，弥补那年西伯。好的，继续往后，那这把你拍几把哦。秦汉以后，人们用硫磺、硝石等东西做药，从偶然发生爆炸的爆炸中得到启示，再经过多次实践。找到了火药的配方，三国时有个聪明的技师马，用纸烧火药的方法，发出了弥勒用的鞭炮，火药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秦汉以后啊，所以秦代、汉代以后，秦克、汉克闹白马，人们用硫磺、硝石等东西做药。哎，你别死的呢的，谁啊谁破了我呢？从偶然发生爆炸的现象中，偶然所以就是突然的意思，嘟嘟呗，好不呢？偶然发生所以有点屁股啊的爆炸的现象中，爆炸的经历嘛，得到启示，启示所 idea， 哎你们都 idea 亚段，得到启示，再经过多次实践，实践转过来不是这个路的，哎，把他妈有点对吧？偶然爆炸屁股了。这个很好，对啊，那真牛逼的，那真牛逼的，好，金牌名转的嘛，这个爆炸了，确实是咱们都找到了火药的配方，配方中最配的力量，破色的力量，我对啊，找到了下路最多的。三国时，三国去了要我的，有个聪明的技师马军啊，马军是人的名字。技师所掌握的杂技表世界表的四亚技不能马军啊的用纸包火药的方法四股呢的火药股透的泥烂不能啊的火药的四股人嘛透查比方说说古东面阿鲁标的话有鲁牛不能阿鲁牛标标股不能烟四股人透不了的做出了娱乐用的鞭炮娱乐所说的 entertainment 嘛懂了娱乐就是 entertainment 的意思entertainment 嘛，都呢，鞭炮鼓的都露来的的，火药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火药个啥点比如，路里也那阵不话的鼓，文要拉开的的。好，继续往后。唐朝末年。火药开始应用到军事上。到了宋朝，人们将火药装在竹筒里，做成火枪。这是历代枪炮的唐朝末年，唐克爷末年时候，宋迈我来要多有嘞，火药开始应用到军事上，军事时候什么一样？你火药股啥点比较低？什么一样嘛？都嘛来的。到了宋朝，宋克过来要有他去试试不呢？因为所以
秦汉啊已经来没？秦汉比多人，三国，但只有一个留个多了，喏，好，那比多人唐朝，唐朝比多来看嘛，宋朝，好，宋朝的药哦，人们将火药装在竹筒里，炉里个的火药鼓竹筒，筒子老师说比方说，我是个比方嘛，喏，啊，我是这条铁皮，哦嘞，做成了火枪，等等，米等等多啥比较老个的。这是近代枪炮的老祖宗，大家的就是库迪天闹满夜，枪炮就庙的也不为一波的，庙也不为一。公元十三世纪啊，克里斯东亚族的药物的火药经中亚，经所以叫经过切断多了，中亚族阿夏雷班，因为中国啊在亚洲的前方，就是东方对吧？阿夏代嘛都是有样的，比如哎中国啊，你比方说南方中亚阿夏雷班啊，你然后传入欧洲乌罗巴的哦，消息多的哎的。好的，可以了。哎，那所以老师地铁啊，你嘛记啊没哈里的表面生死的地方呢？嗯，老师火药手里哈里有叫啥没？火药。好的，然后是物质，物质所以就是东西的意思。这边是有表啊。嗯，好，物质，然后是治病，有个古人取名啊，取名所以那没必然取名。好的，然后爆炸啊，爆炸所以我说，怎么说？红爆炸我表的爆归了，不能爆炸。爆归啦，那所以老师说蒙古家人你都龙里嘛啦，而且老师说炸弹是比较标的，炸弹炸爆归奶奶弹炸弹蒙，然后是启示，启示所以 idea 我标的，得到了启示啊 idea 亚多的不能，哎就是读完你色色比较地多的我标的，然后是配方。配方所以帮设定你有标的配方，好的，来了，所以来查查的还有的考了八级吧？哦，火药，火药，物质，物质，火药，物质，治病，治病，地名，地名。爆炸，骑士，配方，配方，嗯，配方，好的，继续往后，好，然后是娱乐啊，娱乐是 entertainment 的表达，阿水老师说酷，好嘞，娱乐节目的表达啊，得先所谓的变哈大，把嘞，那里啊娱乐节目，比如这个把种真人秀吧，或 live 的吧嘞，那里啊娱乐 entertainment 的表达，啊，咱们我说娱乐新闻，那个你新闻，新闻是得念不？娱乐新闻的表达，大家都平平淡淡的讲，娱乐新闻的表达，嗯。然后是枪炮，枪所以老师说的那个标准，枪炮所以说的妙，比如说我说手枪，手枪的标准那也的那也老师说就是主标准都独立的手枪，射的那声音射出来没是什么手枪机机枪，机枪，机枪是射的那，好，然后是炮，大炮，大炮所以哎妙古多啦，旁边这个就是大炮。好的，好，嗯，然后是传入，传入所以老师说变难多的哎，刘表的传入欧洲，传入，老师说传所以 listen 干杯呀，刘表说所以传刘表的。妙云所以啊，把这本书传到后面，哎，第三个那个脑骨烂掉，别别吧，啊，掉掉掉掉，别断没传。然后是，你那点不着个传说，
传说算标价的一路标啊，就是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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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来价的传说，传说的标来对着我们地角的没标了标的价的所谓的呗，传说你们讲的个传来给的这些这些的入文要多的传入欧洲。好的，还有讲的传话，传话是这个巴来的，这个巴来的所谓的呗传话。好的，可以了，来，那所以阿白啊，来打他的东江的拍几把哦。极乐，极乐，比如三宝，三宝，环入，环入，好的，可以了。哎呀，所以老师，练习的多几几啊？好的 ，B B 字形，老师罗，这边的签里有人拍几几啊？玻璃，玻璃，璃，皱，皱眉，皱眉，皱眉，眉，啊，无，无证，无证，无证，云，云，太阴，衰，衰，衰倒，衰倒。碎破碎碎，嗯哼，玻玻璃玻璃我们知道了，潘我表达，皱皱碎老师的旧你啊，我表达皱，哎，他把这衣服皱了，这一年冬季多的，我表达，你妈都旧哪的绿呗，不怕啦，对，皱，啊叫皱眉，眉说啥个眉毛我表达，眉毛说了，眼孔眉眼孔眉我旧他的，我表达。皱眉，你毛你皱眉，你不要嘞。捂捂着，捂着等于碰呕他的，捂着。然后是鱼，汗鱼。哦，那是冷的呕到呗，东路亚门喏，冷的碰呕他的，冷的呕他的什么捂？汗鱼我们知道，摔倒冒烟来的，破碎，破等于就是破了，拐断的，拐了嘛，不路上拐的时候，这啥子有拐断了，不要嘞，破碎。好的。啊，那我想你说，比如拍几把哦。嗯，好的，突然突然算有点空，天空啊，天空算木钢筋，变啊，变做那个对三龙六几几没，中间是言字旁，这个表达呢不得的，我弄啊叫辩解，辩解做了你个解释，心灵比如也是比如用来这个呢心灵表达的算辩解。然后这个变啊讲音我说快加了我觉得分辨所以快加几比如说这两种东西看上去是一样的啊我分辨不出来哪里不一样别那么多了所以我们分辨了我心心灵灵没地无路边了所以他心灵快加的大家讲音是卡呢心心灵灵变标配了我觉得 OK 然后是虚啊虚所以老师说不来一片的心虚所以这天你们漏没来一片的虎老虎老虎所以加我表达好的可以了来啦所以这边的千里谷双双啊拍几把哦玻璃皱眉捂捂着鱼汗鱼摔倒碎破碎好的后面我爱情啊拍几把哦突然空天空便捷变方便虚心虚虎老虎
嗯，好的，可以了。来，老师，认一认生词那段没？第一个句子，听你安排几遍哦。突然，我们正在马路上走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嗯，我们正在马路上走的时候，马路啊，两马一步嘛，多啊，你的起码的。突然下起了大雨，有点木的阿吉就要差吧的。好的，来，李希慧读一下第二。五妹妹悄悄走过来，一下子捂住了我的眼睛，说：“猜猜我是谁？”嗯，妹妹悄悄走过来，对对个哩，两笑了嘞，一下子就是短时间，我觉得，这看那对嘛呗，捂住了我的眼睛，我也没弄背来的嘞，说：“猜猜我是谁？”我不读了，说了慢几几哩的。好的，来张学先生拍几把哦。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一些小毛病。嗯，每个人流来嘛，那都可能会有细奶奶一些小毛病，所以毛病的地理，那不都没说啊？奶奶不，那个几个叫自家叫哪里奶奶咯？细奶奶没的。好的，来赵志正读一下。小偷刚要跑，大家立刻把他抓住了。哎，大家把他抓住了，抓住了。对了，小偷刚要跑，小偷啊，憋没露西的嘞，大家立刻把他抓住了。阿龙啊，这前面堵，盼来吧，哎嘞。好的，下一个，双双读一下。意外，这次比赛的结果真能感到意外。嗯，这次比赛的结果。地的靠变不也不是干的，真让人感到意外。如果龙王天慢慢他无不，龙王天慢慢他来撇死的，龙王天慢慢他路看啥样子的。好的，来李希慧读一下。最深你搞错了吧？那个漂亮的玻璃瓶，绝对不是他摔碎的。嗯哼，碎。是你搞错了吧？你这个乌龙马里边的毒哎，就是是你弄错了吧？啊，是你就是轮里边的毒吧的？那个漂亮的玻璃瓶，胡喇叭的，你判快个哩啊？喏，绝对不是他摔碎的，都摔来了，这啥子骗多少？龙王没骗来乌的。好的，来张学先生读一下。脚边。嗯嗯，脚边。那个狡辩，狡辩，嗯，那个上撒谎，撒谎，撒谎，嗯哼，撒谎，那个撒谎的孩子突然有点心虚，但是还不停地狡辩，嗯，狡辩，好的。那个撒谎的孩子，你的脸表的格里里嘎的，虽然有点心虚，对吧？奶奶都没弄来撇多多来呗，但是还不停的狡辩，然后没什么变，对吧？狡辩你都没的，狡辩是面你都没不呢。好的，可以了，来继续往后说一说句子的。第一，拍几包。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过去了。他，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你也得个，第二天第二天共松共美的。好，下一个。他又把这些书一本的读了一遍。嗯哼，他又把这些书读个第三欧对古嘞，一本一本的数了一遍，这欧钱这欧钱这靠边比较一把的嘞。好的啊，姐姐个嘞，哎你对古嘞啊，这贴金这贴金三比较五几把的，所以姐姐把衣服一件的试穿，嗯，试穿，对的，试穿嘛，老师说三五级的，我表妹穿起来是这身金的，这身金的，你还会来比这些多的没 ？OK，
姐姐把衣服一件一件的试穿，三五几的。好的，可以了。后面，这条，这条，这条小河被污染了。嗯，这条小河被污染了。污染水黏黏呐，啊，所以地面个里呀的黏黏就看了呀的，啊，就掉下楼来楼，地面一里呀黏黏的话的，哎的。好的，下一个。我们都被他骗了。嗯，我们都被他骗了。假如阿龙啊，都也认真我看了呀吧的，哎的。好的，啊，然后，嗯。Any guy, however, not any guy, a monthly low lilo, or just a new little lilo, nip back on this way. Nong zangler, do the ifu, bay didi, nong zangler, didi low lilo, nip back to our eh. Ifu, bay didi, nong zangler. Other.这个不错了，来了，孙云老师过来批留多几枚。第一，谁？爱情读一下吧。你别，你别什么了？但是肯定是你干的。你干的，干死神。干你拉比罗尼姆尼尼不能打工拉尼姆尼尼迪基萨尼洛达尼马巴的还就是把他们来你别狡辩了对的对的你别狡辩了这件事肯定是你干的你拉比罗尼尼尼迪基萨尼洛达尼马巴的好第二听听拍几把哦我的出什么毛病了慢了半个小时嗯我的手表出什么毛病了那也那也得把面也得批打了对不呢慢了半个小时那也为了你你吧哎好的第三双双读一下小强乒乓球打得那么棒龙娃千比一样吧所以对觉得能得冠军。嗯，冠军小强乒乓球打得那么棒，赌乒乓球个咋了？老多了嘞，绝对能得冠军，得交报冠军呀嘛呗嘞。好的，赵志正读一下。这个小偷怕被人发现，他跑了，突然，有点别多嘞。突然的跑了，嗯哼，嗯，是吗？这个小偷的怕被人发现，你亏你的苦啊的，对嘛，苏鲁，那第二要对到嘛，苏鲁的都要跑了的，有的也踏地吧的，不是吧？没冷没冷的踏地的了吧？意外的啊，意外的，应该是心虚吧。啊嗯，心虚的跑了，意外的谁多龙王天不逃，那都哭他让命没了，还意外的跑了，六七多了，嗯，心虚的跑了，没龙没来呢，别有嘞。好的，下一个来张学祥说一下第五。他平时学习不太好，但是考了第一名，真让人感到意外。嗯，对的，他平时学习不太好，都不满足人呢，代表啥么都不呢。这次考了第一名，这次考着多啊，心地呀嘞，真让人感到意外，龙王天满差不嘞。好的，第六，李希慧读一下。我正在睡觉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响了，电话响了，我一下子被真是啊，嗯，我正在睡觉的时候，我爱你的亲妈，突然电话响了，有点风啊，你有的好，风你的声音响的表面呢，突然电话响了，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啊，这看那对嘛呗，
金行了烂比哦努喇叭哎的风靡大家不呢好的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吧然后明天是月盈节拉比尼姆鲁我们休息一天然后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再继续上课好吧好的老师好大家再见